后居然说我喜欢陈海，你就说是不是很好笑？瑞哥，你还笑？你当时听完阿涛说的，什么感觉？感觉我的一个兄弟和另一个兄弟在一起了。兄弟？我幽默吧。Class begin。那么老师今天要来提问了，这个单词我们上节课学过。啊，这么多人抢答，好，你来。Apple， 真棒。那这个呢？谁刚说的？你怎么这么厉害？跳出去。狗。那这个呢？书包，书包。带。这回再不成，我就是猪，猪就是。小然，你就是我们俩的再生父母。喂，大力吗？哦，小然啊。大力在哪？喂，大力。喂，谁呀？小然。喂，孟主任，我是张小然。你找孟大力有事儿吗？我最近在准备一篇英语演讲，然后我想找大力问问当时他排练那个舞台剧演 Jack 的一些细节。细节？你们聊，你们聊啊。陈海，又发什么疯？哎，等一下。成了，今儿必须得帅。你放心进去吧，万一……我说万一啊，你要闯祸了，咱俩这假期就住我家。不行，住我家不行。咱俩就睡大街。你自己睡吧，我就不陪你。不够意思啊！我在外面等着你。向南，一个从来不喜欢打游戏的人，他为什么一直在玩梦幻西游，还玩那么溜？关键他只跟你玩，只有一种可能，有备而来。他知道追风少年是你，他铁定喜欢你。张小哥，张小哥，王主任，你回去。陈海，韩笑花，姐姐买花吗？哥哥买一串。这花好香啊，叫什么？叫含笑花。走了。校长，你愿意？愿意？我在大兴县城跟我伴奏吗？你拉小提琴，我弹钢琴。喂，不是吧，笑笑？看到我太帅，紧张了。万一一会儿我拉错了怎么办？那就从头再来呗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。个头啊，不准掉链子，听到没？今天发型还挺好看的。来，坐。深呼吸。坐。